注意看，夫妻俩带着高烧的孩子去医院看病，殊不知却被一旁的小女孩叫爸爸。爸爸。哎。爸爸。男人瞬间就愣住了。回头看着小女孩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妻子看着丈夫的表现感到很疑惑，询问小女孩是不是认错人了。不料小女孩就是一口咬定男人就是自己的爸爸。说完小女孩就说，我要去找妈妈过来。男子见状就急忙拉着妻子回家。妻子觉得有猫腻，感觉丈夫肯定有事瞒着自己。就在此时，小女孩拉着妈妈出来了。男人一看吓得手足无措，原来女人正是自己失散10年的妻子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？点点头像的加号，我们接着看。